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，旋转着一颗神秘生物球，上面生活着一个叫做吃货的特别族群，他们只为一件事奋斗终生，那就是吃。然而以上跟节目好似并没有太大关系，这里是初次跟大家见面的加油小当家番外篇，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三位容颜精致风度翩翩的少年竟从远方踏云而来。Steven， 我叫 Stacy， 你怎么有点发抖的感觉呢？好，还没开拍，明天才正式开拍。你王源，王源，我叫 Steven。你好，你好，你看，你好，我五点半就起床了，所以我讲的喜欢我们去跑步，爬一下床等你。我要坐一下，来坐一下，坐一下。这个叫做震撼教育。这个明天我们要展开一个新的这个旅程，我们现在是叫做古北水镇，对，明天我们要爬长城，还要做一些有意思的活动，你们都准备好了？对啊，我觉得你们三个有点尴尬的感觉，我是你们的粉丝。你看 Steve 老师现在那么活泼，好像很嗨，明天他就是很严肃的了。你们看我都害怕吗？我看了那个，就是您之前演的那个做菜的节目，那不是演，那是真的。哪里？湖南。在湖南吃辣，跟那个类是同乡的。对，张艺兴。你们跟他熟？不是，没机会见的。Gary， 你哪里人？重庆人。重庆人，哎呦，擦的哟。好，我也是重庆人。哟，老师，因为很热，要注意喝水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据说长城上是都有尿尿的，在。好，这回事啊。谢谢 Steven 老师爱的叮咛，真是非常实在啊。告别 Steven 老师，三小之前我已经到达了三组家庭房间打招呼，来看看都是哪些可爱的小朋友吧。第一次来参加，你要多多关照啊！你已经是老员工了，第三次了，已经人家第一次来，所以明天要跟哥哥们多互动。他们是评委，这么棒啊！有两个老乡，对，都是我们，都是帮我们。肯定得吃点。Are you ready? 清晨的长城上看到白田三小只还真是让人心旷神怡，相比之下这难得在北京出现的蓝天白云简直不是啥。好了，我知道这些画面各位在周末的节目已经填平无数次，哥懂了。熬了几天夜，给各位整理了长城脚下的白天三小只，别说各不仗义哦，精华都在这儿了。真的是凉快的，你摸一下。是凉快的，真的是你摸一下。摸一下。
不是闪吗？盐盐。牛排，精品的，我们还没点餐呢。虾红虾看来。因为我喜欢绿色。不要吃，不要吃，不对，这个枣子不能吃哦，不能吃药的。照顾人生，待会儿你在呢。朋友，这他要再转，咱俩打他吧，一起挠他胸，一起挠他腰。妈妈本宝宝的手，就跟我一样，就是很腼腆一点。给本宝一个口。你很萌。你要叫我圆圆哦，因为这样比较萌。坐不下了，你听见没？泡我下去。只是分享的感觉，只是分享的感觉。把它变成一个小青蛙，再抹上一点小青蛙。我今次哎，你这还想进来吗？生来要的时候，别人突然挠你的腰。我觉得我妈妈就是越来越做菜，从那种好吃系变成了营养系，就我觉得特别不好吃，就是说让我长胖一点，然后就是拼命的，就感觉我妈恨不能拿个漏斗然后往我嘴里塞。实质不是长胖，我觉得实质还是要长高的。差不多嘛。她妈妈的想法还是想要长高的。那你最爱吃的是什么呀？薯片。啊，你真的跟球球挺像，怪不得你们俩成为好朋友。但是他吃了会长，我吃了不会长，可能吃的不是一家薯片牌子。你说你怎么吃也吃不胖？哎，对你在我家敢住一天，我保证不让你瘦，叫你胖都吃。然后也撑了。你要求的是就是睡觉的时候，人家会拿手机拍你。你说谁能拍我？我跟你讲，好一次我跟你讲，绝对不上十次。我每次在车上睡着，就会有人拿，就会有人拿着闪光灯，当对着你眼睛一下，然后眼睛一睁开，全世界明亮了。我跟你讲，或者就是有人有病一样，你睡着了会来掐你痒，或者就是你睡着了他。他会拿手机来拍你睡觉的样子，而且一直拍，连拍拍不腻的那种，拍个两三百张那种，就特别特别烦。每次我一睡，就看他们拿着手机，真的就拿着手机。两个。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拍吗？因为我们有128个 G， 我们有内存。不用可惜。会觉得特别冷吗？其实是最有心机的一个人，他净拍我们丑照，不拍我们帅的照片。千玺手机里面，就是他照片都占了20-30个 G， 但是他手机坏了。
然后二三十个镜里面，然后全都是周围工作人员，然后他们两个那些搞笑的照片，还不是搞笑，是丑照。我的丑照也在他们俩手机里。拍摄终于结束，少年们也要跟大家告别了。虽然只有相处短短两天，但我们一起清晨起床，一起爬上长城晒太阳，一起围剿了突如其来的大雨，一起拍摄，一起吃糖。少年们充满活力的声音和笑容，我们一起玩乐的时光都会化成甜蜜的糖果，在这个盛夏的盛夏成为最美好的记忆。亲爱的三小只，我们后会有期了。第四期定要发长发，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